来，白龙雪有一个天马行空的，就是不负责任想法。如果说，哦，跑酷狂人从这边这样走过去爬过，哦，来对这哦，对这安尼爬过个过平安尼一万，不晓得有没有人要爬。这个只是一个假，那个啥假设呢啊？不要写哦。然后我咧问者，我该问卷调查去呢。我的直播来啦，不然来啦，紧的啦，来啦，紧！我咧五十块。那我无我甲你问得好啊。你若讲人出一万，叫你对啊白开，你敢干？一万啊？唔卖哦，好啦。所以我们刚刚有市场调查，以跑酷的选手这样跑过去一万块。有点太少，你知道？但是不要学，你知道？欸，你想讲，哪有一天爬起的人，含我无关系哦，你知道？很危险，不要学。